تاخدش ده.这都几点了还没睡，庄教授，你今天很反常哦。靳朱者赤。你好，您的饮料。谢谢。您慢用。啊，爽！没想到你也喜欢吃这种垃圾。我想你应该喜欢。 哈哈，明方暗贬是不是？嗯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不在乎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说我丑？你不丑。一派胡言！我就是丑，而且不是一般的丑，是所有人都要绕着我走的那种丑。 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，好不好笑？不要你给我投这种亲友票，你就说，我要是长得好看，你能不给我回信？什么信啊？哼，还装傻。 老实说，要是金桃子给你写信，你能不回？金桃子？啊，谁是金桃子？校花啊！我们学校校花不是石南花吗？你就知道装傻。不好意思，刚刚给您上错了，这才是您点的饮料。啤酒？原浆啤酒。对不起，我给您赔礼道歉。 明明是你上错了，为什么要我们都没有怪你？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……没事，气死我了！库伯勒罗斯模型第二阶段，愤怒。我素颜出镜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是素颜啊！我骗谁了？真是莫名其妙。当痛苦或挫折过大。 自欺欺人已经没用，只能通过将挫折转移他人，或自己身上才能缓解。错不在你，何必跟他人的错误较劲呢？嗯？你说的真对，还是你有见识。我们走。哎，你好，您一共消费126。上错的，别付。嗯，你这个您放心，肯定没有加进去。你们偷听我们说话啊？算了，哎呀，太过分了。我问你，每个月工资又不多，家里东西又没几样，钱不能乱花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放心，不过。 不过，以后我会好好工作，然后包吃包住，包养你。反正我丑，我又不亏。你不丑。
怎么了？我的脚。师傅，停车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怎么样？你动不出来。喝点水。好点没？好，是不可能的。你被人说丑，一心里会好受吗？地球上几十亿人口，如果每个人都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活着不累吗？你不懂。你那么好看，怎么会懂我的苦？不过你说的对，管他那些阿猫阿狗说什么呢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有什么困难我们明天一早解决好吗？没错，就该走了。走，兄弟，走。去去。恭喜你啊，快得偿所愿了。虞美人托我联系的两家品牌已经明确表示，不会和他合作这次的公益项目了。得偿所愿，你觉得我的愿望是什么？让他在这行身败名裂，永远失去和你抗衡的资本。抗衡的资本无非是钱，没错。我要的是钱，但是。我要的不只是钱，我要的只不过是个真相，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他们喜欢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庄教授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虞美人这人我再了解不过了，聪明，有手腕，每一个认识他的大佬对他评价都很高。难过？我为什么要难过？他敢把心思放在我身上，而且这么用心，我是真没想到。可是，他对你不是真心的。我对他是。费这么大劲就为了个男人，姐妹，恕我直言，可以，但实在没必要。觉得我可怜？我问你啊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是你拼了命想要守住，不想让其他任何人染指的？我有。你说，有和没有，谁更可怜？谁是输家，谁就可怜。你倒是挺有本事的呀，这个东西都能找来。不过，照片上就这么几个人，谁给你的？你确定不会露馅？就算知道是谁，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。更何况，他未必知道。挺好，扔出去个替罪羊，至少收回一张公益酒会的门票。不亏。谁说我要收回来的？他要是敢去，就让他去。我要让所有人看看，他这个沽名钓誉的白莲花的真面目。小美，庄宇，他怎么会在我家？等一下，原来如此。等等，撸串我还有印象 ，KTV 那怕是怎么回事？在 KTV 里不唱歌。我这讨论些什么啊？
我在想，牛奶为什么就要爱上面包？你又不是牛奶，你怎么知道他会爱上面包？牛奶也可以爱麦片啊、大饼啊、油条啊、刺猬哥呀。你笑什么？第三阶段。什么？听不清楚，用话筒说。Bargaining。我知道，第三阶段，讨价还价，通过自我与外界的评判，从而达到妥协。